不想回答，他都不想回答。小鬼太那个了，站太高了。这是什么？都非常关心、啊。这是什么？呱呱、哦。对，不是啊，这个啊。豆瓣、啊。豆腐乳，那配一点点。好甜了、哦。对啊，那配一点点就。那好吃哎。那一点点，一点点吃。哇、哦，好甜。以前我爷爷他配稀饭的时候，都是配豆腐乳，就一小点，然后加那个一口那个稀饭。这个到底叫什么、啊？我都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，它到底叫什么名字？嗯。红枣，红枣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。你知道我们家怎么称它吗？那你都怎么叫它？叫红红的啦、啊。是啊，我们家叫石卡菜。你知道什么是石卡菜吗？好吃吗？好吃。啊、哦，好吃好吃。你好，好吃清淡一点。你说石卡菜是什么？石卡菜，石卡是石阶。私家的意思，就是那种偷藏起来那种菜。再见。继续看。
Thank you.